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博篮球快讯。效力于马刺队的波兰籍球员苏赞在近来接受波兰当地传媒的采访的时候，就讲到自己新赛季的目标了。苏赞他这样说，我已经进入 NBA 联盟第二年的时间，我接下来的目标希望可以成为队内前三最好的球员之一。在上个赛季开赛前，有很多人没想过我会在进攻上面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我证明了我可以得分，我可以投篮，可以传球和可以控球的。另外苏赞亦都补充地说，我有一些打法需要改进，我亦要在比赛之中保持最高的水准状态。刚刚过去的一个赛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赛季，经过这个赛季之后，我感觉到自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是 Wally， 多谢大家收听，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吧。想紧贴住 NBA 资讯，快啲 follow 我哋 Facebook，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 啦！